三角，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加油啊！看来是这一只讨厌鬼。是嘛？应该这样直接戳死他。不下来就算了。没有啊，没有啊，我走了。抓到狗了吗？刚刚的地下室再去一遍。弹血，好讨厌哦！那个血量，要我戳两下。OK， 打直的。摇铁戒指，好啊，不错。
哎呀，重量超过了，那我把这不要带，反正没有用，带2把电钻啊，应该没有敌人了吧？再有就太贱了。去哪嘞？萤火！竟然在这边发现一个萤火！我看到那只看起来就很可怕拿斧头的家伙的话，代表这是我之前走过来的路。对吧？我搬桶壁，这不知道可以干嘛。好啊，对付这一只啊！有点难对付，我好像攻击了之后就会。往同类似的方向打，连打很久，稍微抓一下时机，这一次应该会变好打。那我们继续前进，两条路已经合在一起了。些吗？哇嘞嘞！还蛮恐怖的，这样砸，而且就算在这个位置，好像也会砸到。这样我怎么好好探索啦？啊！我刚拿到一大堆东西，看一下，蓝色的盾。这一段好像物理防御都没有这个强，这个最厉害了。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脚突然有一种被什么东西碰到的感觉，不会是蟑螂吧？勉强不会撞到。Oh.
对付方法。准备要开始了，要开始了！我要献我的魂。谁理你们啊？让我过！砸他们，砸他们！还有一个没有捡到尸的，哎，他们在对面，好像在对面，好，先去房子，好，喂，还没死，哦，偷袭我。拿来练功好像不是不行，只是效率大概没有龙那边好。啊，我觉得那边是要用跳的跳过去。那个东西是要用跳的，如果我饿死掉，我再跳好了。先继续前进。这里哦，了解。这也太空旷了吧。拜什么？
把这把剑冲一冲，不要好了，等等其他武器再冲。只有细剑实在是不是很好对付一些速度很快的人。走这边看看啦、啊！哦，他把那个丢出来！哦！啊！啊！啊！好险！嗯，不错哦，利用这个楼梯。那还有一只啊，跑哪儿去了？哦，跑到下面去了。就让我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吧。这边还有一只。那次大只的真的很凶残。在他咬我之前，先戳他。一只一只来，一只一只来。恐怖，这家伙。快！哼哼，中了埋伏吧！差一点换我中他埋伏。
喝一罐。那狗后面那有没有东西？我还没看清楚。狗最讨厌打这只，有，这边有个头盖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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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我可以刺杀他了。这里又是哪里？What is it now？ 啊，它是 NPC 啊。Another one of those unkindled, are you? All you faceless undead, behaving as if you deserve respect. No matter. Heed my words.If you've any sense, you go find a coffin to huddle up inside. You here, in this land of hollows. You're like a frail maiden on the front lines. If like the others, you're fool enough to play the champion, then go on ahead. Traipse right past the abandoned church. You'll face death.And it won't be pretty. Enough death to leave you broken. Time after time. Yeah. If like the others, you're fool enough to play the champion, then go on ahead. Traipse right past the abandoned church.Hopeless, the whole lot of you, like little moths flittering towards a. 等下我不能干嘛？怎么用？又是一个不能从 data 打开。我现在还有两个门，都是不能从 data 打开。跑了，你不是敌人吗？不能瞄准，因为他不是敌人哦。他的装甲好特别哦，好圆哦。行不行啊？Pardon me, I was absorbed in thought. I am Siegvert of Katarina. To be honest, I'm in a bit of a pickle. Have you ever walked near a white birch only to be struck by a great arrow? Well, if I'm not mistaken, they come from this tower. Whoever it is, I'm sure I can talk some sense into them.But I have to find a way up. And that's just the trouble. This lift only goes down, you see, and... Well, that doesn't get me anywhere. This lift only goes down. But you know... With a...上面还有一台啊，
三号出来是到上面那台可以往上了吗？嗯，很好，它上去了。那时间到了。我们上次是坐了这个电梯下的，那我这次之前也是有去练等的，所以已经四十等了。那等一下再来分享我练等的方法。这次啊，比上次那个龙还要更快。什么？看起来就很强。啊，好痛，好夸张！攻击范围超大，马上就超痛了，砍一下我就快挂了。怎么这么强？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